VT 这又是啊，这就黑宝嘛，这都是 VT。你要吃？嗯，一会儿进去拿，我进去拿。啊，对，对啊，所以你干啥去？就转呢。转那边再出来。为啥？吃了一拿就。一会儿没了，还拿上走了。不是的吧？啊？你说那个没了，就这一句话咱就知道了。不是，我真想过的。我看。这个是饮料是吧？桃汁。桃汁。嗯。我以后拿两个那个，我之前老喝那个柠檬汁儿什么的，超市的熟食，嗯，超市的熟食，我都没吃过，嗯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个香肠，什么香肠？有。买一堆，拿出热了切两块。给你的。啊对。三十。我看看。这是杂粮的。啊，拿个杂粮的吗？拿个杂粮的。看哪袋比较好。这就明天早上。这袋比较好。这就给你明天早的。嗯，行，好。啊，你尝尝这个。好，好。换着吃呗。啊。看这还有这么多种。对。你看我，你给我拿一个。这是马芬。啊。啊？这甜的。啊，对。甜的饼干啥的。哦，有一个东西大黄特别好吃，这个这是 cheese cake， 就是芝士蛋糕。芝士蛋糕啊，但是它是像面包一样的蛋糕，特别好吃，所以说特香。啊，我之前康康康特爱吃，现在一块多两块的，无数。这不是，那不是，那个呢？找找找。太多了。不是，那不是，不是，那不是。我印象里是199或者299，那不是高价钱，我做的。好时间。啊。这是2023年，5月8号5:49，烤的。我建议这种好吃。啊，不一样啊。啊，这是草莓味的。草莓味。嗯，这是7号生产的。7号。哎，这是8号。这是8号。这是8号。怎么哪到8号了？今天几号？3号。哎，哦，那就是保质期。对。这就是保质期。5:49。啊，那就是保质期。哪一盒了？你吃过的尝尝。这是巧克力的，啊，先拿这么多，啊，嗯，这个甜的，好好，啊，对，有甜吗？对，啊，对，你都爱吃，你说那香肠在哪儿呢？我那款都没有，找的喝着呢，就熏的那种香肠，要有了呢，找的喝着，不着急。可干的啥了？可啥？哎，不是可重啊！给你做杯糕啊！这是杯糕啊！我不吃这个。不是刚买的。一圈那个。啊？怎么还有？拿两个呢？肯定要它呀！
让他给你做就完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为啥非要做成这样的吃呢？哪样的好吃啊？那个啥，那个西红柿是不是便宜？这个。我觉得这个西红柿不好吃。不好吃。我一般买这个。那就这个太。199的，对。拿上两个吧。你要干嘛？炒鸡蛋呀、啊。行。这个青青香蕉好吃不？得放，那么贼难吃。但我建议你买那种。买那个。对。这个好吃。哎，你冲吧，不成啊。到那个啥城，出去冲吧。这个怎么样？行啊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是一磅，一磅69美。啊，就是450克。那就差不多。啊。行，买吧。对。好吃，现在可以买，可以。你挑一包。是小橘子还是大橘子？都行。你觉得是小橘子好还是大橘子好？好，小的呗。那就小的。多钱一个？349。349，那就是20多块钱。走。蔬菜没打折，今天。啊，问题吗？打折再买。是。哦，西瓜。699，不是，这是生的，哪个？这是他拌过的，你看他这是带甜的，带辣的，对，这都他拌过味儿的。咱买没拌过的，这是牛肉吗？啊，对，这个，对，就这个。3块，就这种。3块的。妈呀！这有多重？你看，1.57磅，是。1.55斤，不到1斤半。一斤是2磅。不买了，又不包。对，包的那天来买。这种排骨，它一般有那种，给你调好味儿的，烤箱里烤。对，这种，烤箱里烤就行。对，我跟周波吃过，贼香。哎，明天要不要烤？不烤，家里还有鸡翅。这不是牛肉吗？抢购的时候，这货架都空了。那是大城市吧？你们那儿有什么？吃的没空过。没有啊。厕纸空了。就吃的没空过。啊，再就是所有人在囤罐头。哎 ，Hello， 你们也来了。哎。这不是他们说要吃咸肉菜饭，我在等咸肉。行，就我爸我妈这是啊。这个啥？啊，那个相机。哦。随便拍着吧。啊。那你逛开。行。啊，哪天一块儿吃饭？好嘞。你要干嘛？你要这尝干啥？熏的。你咋吃？你想吃吗？吃的吗？切上吃的吗？啥时候？早上、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知道他的意思。我来。这个，需要什么？这个是吧？牛肉肠，牛肉，小猪肉，不是猪加牛，和的，啊。这啥味儿的？这个是，你查一下，我查一下。一根3块，是啊，嗯，那个4块，那个4块多，一样重，重量，396，一样重，对啊，拿那个把这个放，为啥？这便宜，这个好啊，好那好，就，那你要便宜就便宜，那你拿这个，差多少？差1块钱啊。走啊，就是我平常都不买好的，我吐了。
给你体验一下美式早餐。啊，那么明天吃这个吗？对啊。这个能加上海？对啊。还有个牛肉果。对啊。还有培根。我夹不住，我估计。你估计一弄完窜稀了。哦，对，得买这个。是。啊，没有这个没法加。哎呀，你别给他加了。这不是，他只是这得加。哎，派份蘸的是好吃的，这个是好吃的。这三块还是毛肚？哦，这是三块这两块是毛肚，这个不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弄这个，弄这个。看看，对。不是给你做杯狗呢，我吐了。你不要吃 bagel 吗？为啥叫 bagel？ 你给我先说我不知道它英文就叫 bagel。 有没有南狗？你说没有，东狗西狗都没有，就有个 bagel。 它是个什么吃法？ Red， 你给我形容一下也行啊。就一夹你这个夹个屁呀、啊！这他妈这个圈一切出这么一切啊，然后切夹片这个，嗯，夹片这个，嗯，鸡蛋，加点这个牛油果，牛油果怎么夹进去？那里面夹开就行。对啊，然后给你夹个鸡蛋，夸酱一挤，汪汪汪一吃，好了。就从你说这个，我操，它凉的，吃完肚子。给你烤一下呀。昨天买的三大饼干最好吃的是那个奥利奥啊，然后呢再就是那个圆的啊，那个最不好吃就是小方块那个，你看那个小方块啊，哎呀，酸了吧唧的那个味儿。行吧。它不是泡牛奶的，就是它就是那个味儿。鸡蛋有没有打折的？我这儿的鸡蛋。鸡蛋一般，三块二，还没。打得不太行，不着急买。三块一个。嗯。这是拖鞋。十刀。不是，是19.99。顶上。这是小孩。小孩。不知道。啊，这。这儿呢。嗯，就你说明天早上吃完就开始拉稀，不顺了。还不拉，你拉啥呀拉？哎，这不明天晚上吃的玉米狗。这没法吃狗，玉米狗。你不是你马上吃玉米狗吗？没法吃。那就你尝过了，你得尝一下。盘嘛，小锅，对，因为它这正好放的是类似的东西，你直接顺手就可以拿了。这个辅助要用的，可能那东西需要剪的。啊，对，就放这儿了，方便啊。然后它往往放的是偏贵的东西，啊，哎，来一个吧，冰淇淋。对，那吃什么哈根达斯？周波说吃这个，这个牌子。啊、哦，降价了，这是哈根达斯。周波说这个好，哈根达斯是冰淇淋多，这个是里边的谷物多。啊，降价了吧？来一瓶，两块多了。哦，降价了，这个降价了。他说买三个是299一个。三块钱。嗯。买三个是299，买一个只有块4.99。这个这599也是达到499，就是你买一个是499。买一个499，买三个299。为啥不买三个？你要你多买吗？对呀、啊。就便宜点。够买了。在哪？这一个，他是吃完肚子都软的。那拿一个吧。拿一个，划不来的，原就是这样的。拿一个，就拿两个，两个。三个。看不看这个？1.99是啥呀？小的那个。嗯。哎，你这小的可以，不，他那这。小的。那你为啥不拿499？太小了。嗯。
买一个六块多的。这个行。买一个六块多的。一人一个能吃了吗？这个。这个啊，都是难吃。但这个好吃。但其实那个好吃。但其实那边那个好吃。那个啥呀？啊。我当时买了一个这个。这不才两块多吗？哦。来几个？你要吗？你要不要？我问的是2.99啥意思？它有酷胖。酷胖。就是我是会员，我扫那个码，就能过一天酷胖。你要不要？那就拿一盒这个吧。啊，那我扫一下。扫一下。嗯。你是个会员吗？嗯。扫码。扫这儿。